副董事长苏宏仁，副董事长庄天来，财团法人戴文信，新鸿庙的有建丢，热情的夸下来邀请。10月25日为圣诞纪念日，民国93年发起集体小肌肉无成功，纪念庄子重返台北城公园，出城而后被台湾妈祖文化研习举办契机，而台湾省城隍庙也是全台位阶最高的城隍宫，我们欢迎台湾省城隍庙。庄严，台湾新城隍庙，新城隍宫，现大礼礼，把这次我们来拉新城隍庙，来欢迎团队，来代表民团、技术人员的队员，这次刚才的用心的安排，当然是早起的队伍，他们为统一欢迎，不台湾妈祖文化节，有咱新隍宫所举办的全体乡亲的会员，再次掌声，新城隍庙，新城隍宫。会当新婚乡亲，喜福满门，牛年满意，会当大家会当平安顺利。再次欢迎咱所有的工作人员、警察人员，有咱八卦先生带领着咱的救援团，以及咱救援人员，保持咱新城隍宫面临咱八卦湾妈祖文化节会场的现场。再次欢迎大家。今日咱在看到咱台湾省新丰庙吼，哇，咱有那么大庆典吼，希望会使你们来发台湾妈祖文化节做会来庆贺啊！再一次感谢咱台湾省咱的新丰庙吼，咱的节目声来给咱台湾省新丰庙来。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后相逢桃花源，再次谢谢台湾省城隍庙。来，请大家有咱台湾省新丰庙，直接请个坡下来有请。欢迎欢迎，再次感谢咱廖董事长，祝愿咱的董事长、张董事团队，以及给我们新丰宫的性格，请咱新丰宫咱保庇大家平安顺利大赚钱。嘛，再次感谢咱台湾省新丰庙，再次欢迎张董事来做董事人员莅临，欢迎大家欢迎。是，咱所有好朋友咧，咱的天佑马雕秀要来进行咱的会场吼，所以呢，真好朋友小等下，咱天佑这个会场双手合十，重点就是咱一个破声来邀请，那嘛是头一届来到咱的朱福宫，来到咱的巨蛋田径场这边。咱各位好朋友，买使透过咱阿舅公布家族台湾庙会情报局，等朱福宫咱的脸书粉丝专页。啊，咱买在看到咱现场高画质的直播吼，高画质的直播。当然，咱现场好朋友来先来到咱现场吼，哇，安尼啊，你感受到咱的心真心来迎接啦哈。在座诚心恭迎，咱台湾省城隍庙城隍宫的圣驾，嘛在座感谢咱的廖董事长，祝愿咱的张董事人员，保持着咱这么老气的顶头来庆赞本事。2018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佑双红特会员。好，我们代表主办单位慈护宫再次谢谢台湾省城隍庙的莅临本次的活动哦，天后相逢桃花源，再次谢谢台湾省城隍庙，谢谢你们的莅临，谢谢。是，这里咱新丰宫的保庇，保庇大家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继续邀请的，也就是咱叶腾奇主委、曾正兴副主委、李德禄副主委，给咱庄家小家人福兴宫，请进入会场。